承盛久远，通达四海。中国恒通客车集60年的客车制造经验，融汇宇通客车的技术精髓，重庆恒通脱颖而出，驰骋在新的地平线上。它紧扣着绿色客车前进发展的脉搏，领跑中国天然气客车产业，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勇攀高峰，大踏步，跨越式向前。15规划开局之初，重庆客车总厂携手重庆渝运集团、重庆长运集团、重庆工运集团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在原重庆宇通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进入了核聚变式的发展阶段，现拥有年产8大系列、40多个品种、6000辆城市公路旅游客车的生产能力。创新引领中国绿色客车未来的企业愿景，使恒通成为西南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和全国最大的环保客车生产基地，并连续蝉联重庆工业50强企业，首创3个第一，中国建设部系统客车企业产销量第一，中国西部客车企业产销量第一，中国天然气客车产销量第一。科技创新，品牌创优。作为恒通产品灵魂的技术中心，承载着企业高精技术的孕育工程，这里云集了国内一流的 CNG 客车专业技术优秀人才，秉着技术创新、市场先导的理念，学习德国 MAN 客车技术精华，依托国内一流汽车零部件品质，以个性化、差异化、人性化的设计思想提升产品价值，高效地应对客户需求和市场环境变化。恒通客车致力于自主专利技术的研发，每一款车型都凝聚着设计师独到的思维灵性和精湛的技术底蕴。一系列专利技术的申报注册，使恒通制造的独特魅力光芒四射。轻情于车，恒通四海。围绕市场、产品、技术创新3大主题，恒通客车重金打造国际一流硬件设施，数控开卷叫停机、数控自动车顶蒙皮点焊机、多维数控弯管机、数控前轮定位校正仪、液压整车骨架组合机构、全天然气烘房，整个工艺流程控制无不呈现出现代效率、运行节奏的严谨精细。开行业先河的整车骨架防腐技术，更是企业与高校密切配合、促进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典范杰作。单班日产超过20辆的2条客车生产线和1条底盘生产线，月产量突破500辆，恒通客车如虎添翼，企业产销跃居行业前茅。燃气客车制造专家，改善生态环境举世关注，净化新城市，推广新能源，打造新客车。恒通客车责无旁贷，以行业先行者的姿态走在了绿色客车研发的前列，成为中国燃气客车领航者。1995年，恒通客车即着手研发 CNG 客车，企业决策层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决策魄力，成立我国第一家燃气客车研究所——燃气发动机实验室，长期以来与国家一汽、二汽、国家燃气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美国康明斯西港公司等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及科研院校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汇集了国内外一流的 CNG 客车技术优秀人才，通过十年努力，压缩天然气 CNG 客车和液化天然气 LNG 客车技术体系日臻完善，拥有七项骄傲。恒通精品，诚信第一，质量是兴起之基，立身之本。恒通客车拥有先进的科技，一流的设备，更拥有严密的质量管理检测体系，先后通过 ISO 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CCIC 质量认证等国家权威认证。严格质量管理体系下的恒通造系列客车，遵循诚信第一、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注重细节关怀，打造知识品牌，千锤百炼铸造恒通品质长城，赢得了市场的厚爱。恒通客车畅销全国数百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亚、非、欧、美地区十多个国家。面向未来，共创辉煌。2006年金秋，中国最大的环保客车生产基地重庆恒通客车工业园隆重奠基，开工仪式盛况空前，这是着眼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投资3亿元人民币，占地26万多平方米，年产6000至8000辆客车，精心谋划、准确定位、高起点构筑的战略发展平台，铺就了百年恒通的理想之路。恒通客车将以技术创新、品牌创优的崭新面貌，与全公路客运企业亲密携手并进，共创辉煌。中国恒通恒久不变，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中国恒通恒久旋律，绿色客车，节能先锋。中国恒通恒久合作，伴你同行，共享未来。中国恒通恒盛久远，通达四海。CKZ6123豪华客车，造型气势恢宏，内部精致典雅，吸纳德国 MAN 企业技术精华，融入自主专利技术，电子油门缓速制动，配备御柴及康明斯发动机供客户选择，高效低耗，O3排放标准，引领绿色客车方向。 CKZ6928 豪华客车，外观时尚流畅，内饰豪华气派，深得欧洲客车精髓，自主设计，全新开发，180马力超净低耗 CNG 发动机，纯气燃料，超大容量质底容器，达到 O2 排放标准，持续行驶300公里，动力强劲，提速敏捷，车载移动电视及 GPS 卫星定位系统，确保乘车享受居家情调。CKZ6830-6920 豪华公路客车系列，全国首创公路 CNG 高等级客车，创新外观设计，矫健沉稳，流畅自然，内饰秉承航空标准，高雅脱俗，细致入微，座椅人性化，收放自如，星级享受。 CNG 发动机大容量钢瓶，燃料充沛，环保节能，东风专用底盘，操纵轻便，安全可靠，公路旅游客运理想首选。 CKZ6800H CKZ6760 中型城市公交车，最新研发面世，外观简洁明快，内饰宽敞大气，动力强劲，稳定可靠，亮丽城市，引领潮流。CKZ6590 迷你巴士，外形新颖别致，小巧灵动，内饰舒适自然，槽形断面车架底盘，油气双燃料自由改装，节能高效，清洁环保，